はい、真ん中見てください。はい、右側見てください。はい、左側を見てください。はい、ハグマーク、声高く、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あ、真ん中の位置からお願いします。左側にします。はい、左、中間、中間、はい、真ん中お願いします。中間の位置見た。はい、 OK です。等到我们那个特别的嘉宾彩华姐，那我们掌声欢迎彩华姐。对，受け取ってください。不一不合啊。哎，我帮他。好，那我们这边也再拍一张照片了。我这边写信都发出来了。哎，那个，他们那个是照他们的脸型去做的花，所以你们自己稍微可以拍一下。好，来，真ん中お願いします。好，右お願いします。后面的人看不到。后面挡住了。哎，下面お願いします。很难啊，其实。不重要。他们都长一样。はい、OK です。好了吗？各位大哥。あ、中间、あ、ごめんごめん。真ん中もう一枚お願いします。え、後ろの人もうちょい、もうちょい前、もうちょい前、出てきてください。はい、真ん中お願いします。最後面那两位可以蹲到前面来。哪两位？后面中间那两个高的那个。其实彩花姐跟他们那个都被挡住了。其实可以到，对，那么明，谢谢。哎，OK， 可以。好，这样，我们来，我们把那个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右お願いします。はい、OK。左お願いします。好。可以了吗？那我再给我换那个耳塞呢？耳塞呢？换那个耳塞吗？好，谢谢各位大哥，好，谢谢彩华姐，谢谢谢谢。好。好，来这边看一下，谢谢。来，等我们到这边。然后左手边看一下，谢谢。来，中间再一次，中间。好，中间最后一次。这边。没有，再来一次。谢谢。来，小孩姐，这边再这边再看一次，谢谢。好。小姚姐姐一个 Bobby 的 pose， 然后那个弟弟拿起来，来中间，对啊，勾个脚吧，他冷没视线的某个。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各位美女大哥大姐，谢谢。来，看到他们有跟他见面，想问一下他们有真的。比如说了解周星驰是谁，以及这个见面有这样子的感觉跟意义。周星驰的啊，不能讲。等一下哦，虽然讲说就跟见到他们的一个感想而已。嗯，可以。那就是就跟其他们讲一下，就见到周星驰的感想。那个比较逗，阿达他是说的倒是跟他在一起。周星驰さんの映画が私たちすごく大好きだったので、あえてすごい嬉しかったです。他们很喜欢周星驰的，就是这个电影，所以就是可以见到他们非常开心。哦，所以他们大家都看过他的电影。那时候，
周星驰的大家看到什么吗？对，很非常喜欢。有办法举出最喜欢哪一部吗？嗯，好奇。少林サッカーが大好きです。哦。那最近有跳那个十六蹲，在台湾很红，你们是怎么编排？有觉得很难跳、很累吗？十六蹲很难，然后很难接触。最近的一个，因为其实我们除了开店，然后加大代言。もう16回ジャンプしたり立ち上がったりする動きはもう本当にハード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とかみんなで気合ですごいいい動画が撮れたと思っています。他们说非常非常辛苦，但是如果是跟新的或者是一家有可是他们是所有版本里面看起来最轻松的一个团体。みんな多分踊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他の人のサバとかあるんですけど、合わせると皆さんが一番そんなに軽そうな感じとか、めちゃめちゃ余裕な感じでパフォーマンス的で一番すごかった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今回は16回なんですけど、もう32回とか挑戦してみたい感じかなと思って、そういうのが楽しい。やってみますか？ぜひ挑戦し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那我们今天有机会现场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机会现场目睹看一下十六吨吗？今天没办法，今天没有准备，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有机会来。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表情，然后看不出他们在想什么。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他们跳舞的时候其实有很紧张，然后是怎么样维持就是没有表情的？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これだけの人数がいて、複雑な構成だったり細かい振り付けを合わせるのに、もう作品中はとりあえず踊ることに集中しています。あとは無表情って言っても表情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くて、無表情っていう表情をみんなで作り出して、こう私たちエヴァンゲルディの世界観というのを表現でき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ます。基本上我们这边就是因为是不管嘛，基本上是跳舞然后呢，当然他们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表情，他们是以没有表情来作为表情，所以请大家就是要注重他们在没有表情的表情上，就是他们也是这次也是个 performance， 请大家就是请大家也请注意一下他们的表情，这样对。那因为，今回は今日初めてリハーサルをして合わせました。今天我们直接在那个 rehearsal 的这个现场，就是跟他就是直接就是今天才开，没有花没有。觉得 Stacy 跳的怎样？もう本当にすごいかっこよく素敵に踊ってくださって。我们会重新跳的。哎，等一下。连跳三天嘛，他们的逻辑、他们的体力有没有什么保养的方式？で今回は全部で見方を読むと非常に多いなんですけど、どんな感じで体力を保つ、体力を保つ秘訣とかありますか？秘訣、体力を保つ。食べる。食べる。食べる。みたいな余裕なんですけど、ですかね。いいえ。私たちも全力でパフォーマンスしきれるように、美味しいご飯をいっぱい食べて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但是希望有自己最完美的就是呈现出就是所有的表演给大家，所以他们也会吃很多饭，然后以最好的表演放在给大家呈现。但今天是看到那个就是王彩华，就彩华姐本尊，就是因为他们之前跳 Bobby， 然后现在又看到本人的心情呢，有没有交流一下？前はずっとボビーと思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今回は初めて音さんと出会って、本人と会ったちょっと気持ちとは何かありますか？初めて会った時からすごい私たちにもたくさん話しかけ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し、あとは一緒にダンスを踊れてすごく光栄だ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跟第一次见面啊，就是这个第一位就是儿子，完全就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就可以看到他们本身非常高兴这样子，然后呢可以一起就是在他们就是有表演。之前不是合拍过了吗？对，之前拍过，对，之前见不是第一次见吗？之前合拍跟女儿，对，之前跟女儿，哎，不是，嗨，有没有碰到之前有当采访？他们之前就有见过采访，对。这就是第一次见他的女儿哦。那刚刚在后台有跟才华姐寒暄一下吗？哦，刚刚他们就是他可以和我在做，所以这次我们的诺伟总共有多少？有没有想他？嗨，お会いしました。那这一次就是台湾是第一站嘛，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惊喜可以先透露吗？还是私たちアバンゲルディの代表作だったり、日本の名曲はもちろんなんですけど、台北の皆さんにも親しみのある曲でもパフォーマンスするので、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ほしいです。当然就是除了在日本他们一直就是有就是现在透过经济实习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首一首歌一定也会有，然后除了这以外他有特别为了就是在台北就是的表演做一些就是只有当地才能听得到的一些歌曲，然后请大家就是拭目以待。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哎呀，没事。